时间正是5月26日星期四的早上9点多，置身于是曼谷 Central World 的商场。由于时间尚早，商场里面的店铺大多数都未开，唯独是前面这间就灯光火着，皆因这里正正准备他们的开幕仪式。这里就是记伊国屋书店的旗舰店。究竟这间新店有多大呢？我们一缩落给大家看看，简直一望无际啊。其实 N 年前在伊势丹之上的记伊国屋书店呢，无独有偶都是在6楼，只不过呢地点和现在这个有少少不同，可以说重归 Central World 的6楼啦。如果讲到藏书量之多呢，现时全泰国至劲至多都是这里的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镜头其实已经是加了快格的了，但是加了快格都好像行几都行未完，影极都影未完，可想而知里面地方是几大。终于行到最尽头，跟住我们回身拼回去看看，是不是相当宏伟好有气势呢？跟住就开始简单而隆重的开幕仪式，大会找来驻泰国日本大使，亦都有记伊国屋书店的高层，更加有为这间书店作出设计的建筑师陈家毅先生。作为一位华人能够备受这间日本公司的重用，真是绝不简单。究竟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建筑师在设计那方面又加入了什么的元素下去呢？这间书店比较特别啦，它外面有一个区，我们就设为漫画区。咁由嗰个区呢入嚟嗰阵时呢，我哋将嗰个入门嘅地方做得有少少似传统日本建筑嘅一个入门嘅方式，即係你会好 modest 咁入到嚟嗰个天花係比较矮啲嘅。咁入到嚟呢你先至会见到比较高嘅一个天花。咁这个做法呢其实是我们受了传统日本住宅 的影响。此外根据陈生所说，这个书架的造型设计是不是有点像日本传统的服装呢？而地下方面更加加入了泰国的元素，就是一些水磨石了。现时这些水磨石在泰国都很难找到的了。而我自己来说呢，更加喜欢的就是这一间在书店里面的咖啡店。即是说现时泰国有2间记伊国屋书店里面都会有咖啡店。正如摄影 Pelagon 一样呢，咁呢度呢都有间日式嘅咖啡店，新开张，环境相当之优雅，灯啊、台凳啊都好靓啊。嗰啲台凳咧，呢啲台凳呢唔係买返嚟摆喺度嘅，係度身订做，有设计过，感觉上呢好有呢个物艺色彩。咁而部分嘅座椅隔离呢就更加个位俾我嚟摆咖啡，外面天然光射入嚟，哦，喺度飲下咖啡睇下书，就是人生一樂也啦，估計呢度咧都會係我未來其中嘅一個竇咁話啦。而呢間咖啡店除咗咖啡之外，仲有其他嘅飲品，甚至乎食品供應，三文治、甜品，甚至乎意大利粉、沙律都有。喝完咖啡摊头完，是时候找回本书看看了。跟着我们又一缩落冲过去看看，去我最喜欢的部分，找一些跟这个 lifestyle 有关的书。眼前见到这些这么有趣的产品呢，我知道香港都有，但如果在泰国来说呢，只是这里几个屋书店才有得卖。买回去呢既过瘾亦都够实用啊。
唔系度度可以揾到嘅，喺呢度就可以揾到啦。种类多之余咧，价钱咧都叫做合理嘅。又或者一个唔觉意，你喺网上面见到某本书、某个产品，你好想买，但系泰国呢度冇嘅话咧，不妨叫佢哋嘅店员帮你订，通常一个礼拜到就会到噶啦。现时成个泰国最多日本书、日本杂志的地方，一定是几个书店，尤其是 Central Hill 呢个旗舰店啊，好似呢一 part 咁全部都是一啲嘅日本书啊、日本杂志啊，部分日本杂志咧仲超 update 添，喺度兜个圈咧，犹如置身于新宿嘅几个屋书店一样，不过感觉翻晒嚟。还记得当年我去日本几个屋书店买书的时候咧，书的种类真系多到不得了，基本上咧行一日都行唔晒。虽然呢一间店咧冇日本嗰啲咁大间，但书的种类咧都算系多姿多彩。眼前见到嘅呢啲书，会唔会有个冲动想话买翻本呢？其实泰国都有多日本人妻喺度居住。日本人妻閒時冇乜世藝，冇咩做，忙於編輯就需要一啲關於編輯嘅書啦，甚至乎烹飪嘅書佢哋都需要。再唔係學下人哋點樣執屋，點樣佈置間屋都可以。所以呢啲類型嘅書真係多到不得了啊！又或者可以買翻啲寫真集喎，各式各樣嘅日本寫真集，當然係最 update 嗰啲啦。你不要想着买本山口百惠或者泽田研二的写真集咯。日本人喜欢去泰国什么地方玩，看这些书就一清二楚了。咦，东京半岛酒店当年我住过的。这个盒里面所卖的就是东京半岛酒店用的拖鞋和沐浴用品。哎呀，那时住的时候不记得拿去对拖鞋，现在竟然整个盒里面有砌，一盒里面有呢个东京半岛酒店用的拖鞋同埋沐浴用品，价值1495匹。哇，咁嘅回忆，梗系要买翻去啦！哇，我中意嘅猫啊，猫书同猫杂志呢度都有啊，本本都好似好可爱咁样，究竟买边本好呢？见到个猫样就已经想买啦。之前我曾经有条片咧讲过话，我唔知点解有个癖好咧系中意睇一啲日本人嘅屋企啊、日本人嘅房啊咁样嘅。我以前曾经一本书咧里边咧有100个日本嘅唔知名人啦定咩怪人咧，咁睇晒屋企啲房嘅情况，咁好好睇噶咁。而呢一度咧亦都有唔少书系关于日本人嘅屋企布置啊、装修啊，甚至乎一啲嘅摆设啊、一啲嘅收藏咁样。又买本翻去偷窥下都好噃。刚才见到嘅就系日本书部分，而呢间书店除咗日本书，仲有英文书、泰文书同埋儿童书。儿童书之中亦都分为青少年书。而家见到嘅正正系儿童书兼青少年书嘅部分啦。虽然 Central World 里面的几个屋书店咧喺外面啊零零舍舍有个动漫地带，主要是买啲动漫的书啦，《蒙面超人》、《咸蛋超人》、《哆啦 A 梦》各样啦，咁之前都介绍过，咁但系其实喺呢一间新店里面咧都有呢啲书卖，就是儿童书地带啦。各位观众，成马路索噶《蒙面超人》50周年的书啊，喺儿童书里面就可以找到啦。儿童书地带，仲有。哆啦 A 梦的书都有啊，仲系硬皮嗰只啊。当然唔少得嘅就系咸蛋超人啦、啊，仲有个嘢可以俾你揿个嘟嘟嘟咁样、啊，价钱540匹，540匹，买翻去都几过瘾噃。虽然曼谷其他两间几个屋书店咧都有儿童书嘅部分，但如果讲到儿童书嘅种类之多咧，就一定系呢间嘅啦。除咗有日文嘅，亦都有英文，更加有泰文嘅。
所以无论你的小朋友是什么国籍都好，总会有一本适合他们。那中文的有没有？中文呢这一间店就没有了，要去回士恩Paragon那间就可能会找到。此外这间店里面更加罕有地有些座椅方便大家坐在这里看书，虽然部分的书是包住了，但总有些漏网之鱼是没有包住的，那就可以坐下看一看书，感受一种这份的书香。其实呢在 Encotia 的店也好，甚至乎 Sian Paragon 的店里面都没有地方给你坐，唯独是 Central World 这间就有了。书中不自有黄金屋，书中不自有颜如玉了。喂，跟住又看看英文书部分先得。场内咧仲有大量嘅英文书发售，通常咧去到书局咧睇英文书嗰 part 咧，我一定会揾同电影有关嘅书啦。通常揾同电影有关嘅书，都会揾同詹姆士邦有关嘅书。若然间书局里边有啲詹姆士邦有关嘅书，又应酬到我，我会觉得系劲啦。咁呢度有冇咧？星球大战、Marvel、DC， 咦，真系有本喎！呢本仲要我屋企冇嘅添，算啦，算你啦，都算系咁啦。虽然只系得一本，但总好过冇。刚才讲过啦，呢一间咧都有好多嘅泰文书。其实现时曼谷三间几依个屋书店里边咧，三间都有泰文书，但讲到中文书咧，就只系士恩Paragon嗰间先至有。而啊 ，Encotia 嗰间咧，主要就系泰文书啦、英文书同埋日文书。嗰度嘅日文书同埋日文杂志都唔少噶。又或者当你真的找不到的话，可以叫职员帮你 search， 告诉你哪里有，甚至乎帮你订都可以。最后就是文具部分，这里有不少的文具都是来自日本的，当中更加有一些在日本我们经常见到，泰国又不是成日有的日本贴纸。没错了，这些较为无聊的日本贴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了，我觉得又挺得意，有兴趣都不妨买一张回来贴下。今日正是曼谷几个屋书店 Central World 旗舰店开业的好日子，咁啊嚟到不能够搞搞就冇帮衬啦，点都要买啲嘢嘅。我都好耐冇买过书啊，咁借呢个机会就买啦吓。买咗啲咩书咧？各位观众，买咗三本啊。首先，头先见到好开心啦，东京半岛酒店嘅呢一个又有拖鞋啊，又有呢个沐浴用品啦，跟住猫猫的屋啦吓，亦都有呢一个入。本嘅潮流雜誌裏面仲有送，仲有嘢送添喎，不過咧，今時今裏面仲有嘢送添喎。咁現時咧喺呢一度買嘢，至到6月5日咧，買超過2000匹咧，仲有嘢送。送咩咧？就係送個環保袋啦。環保袋之上啊，有呢間幾個屋書店 Central World 裏面嘅 design 就做咗環保袋，你可以。喺咁样拎又可以，或者咁样都可以，甚至乎咁样都 double， 系咪几靓几好咧？吓，提下大家系至到6月5日嘅，只要买满2000匹咧，就可以免费送你一个袋啦。OK， 好，跟住翻屋企睇书啊，唔记得攞翻啲书添。